农历四月十四，小满，大家五二零好，我是你忠诚的单身狗杨沐晨。今天的科技资讯有 ARM 今天宣布与台积电合作完成了全球第一个基于10纳米工艺的流片，集成了四个 Artemis 架构的核心，有 1.8 2.3 2.5 2.7 GHz 四个频率，集成玛丽 GPU， 预计年底投产。而 ARM Artemis 架构有望近期发布，来取代 Cortex A72。今天三星和支付宝共同推出了一直秒付，三星 S6 Edge Note 5 S7 系列或者是2016新款的 A5 A7 A9 的用户可以升级到最新的 Samsung Pay 体验，只要从屏幕底部向上滑动就可以调出支付宝付款码完成付款，看来马云离中国阿里银行行长不远了。刚刚小米也放出无人机海报蓝月狗，表示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啪啪啪，外观也首次曝光，采用四旋翼设计球形摄像头，可能支持360度旋转，将于25日19点发布。第一眼看到图的时候，直觉告诉我这是一只大苍蝇。今天上午，网易开放域名 mc.163.com 宣布将代理《我的世界》国服，上线日期即将宣布。Minecraft 太吃配置了，三星 S7 Edge 玩画面都是马赛克。我还是等骁龙830出来再试试吧。微信红包推出了最大红包520块钱的功能，仅限今天，快让你们的男朋友、女朋友、好基友给你转520吧。为了证明今晚我没有出去鬼混，今晚10点我会给大家直播小米 Max 的上手评测，斗鱼房间号509790 509790。今晚的直播中还会送出小米 Max 一台，霍建华、林心如都在一起了，今晚。就让我们在一起吧，极简又有种，今晚直播见。